大家好，这里是大人物小人物频道。今天要介绍的人物是古巨基。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，欢迎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哟。琼瑶剧的男主角向来高大英俊，古巨基光凭外形完全够此标准。狮子座的古巨基不仅身材非常有型，相貌也很讨喜，开朗的表情再加上举手投足间的大家风范，使得他成了少女心目中的纯情王子。1990年，古巨基参加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第47艺员进修班。1991年，从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毕业之后，与无线电视正式签约。同年，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横财3000万》，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1992年，担任无线电视娱乐新闻节目《娱乐新闻演》的主持人。1993年，担任无线电视音乐节目《劲歌金曲》的主持人。1994年，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《爱的解释》，收录了包括《因为一朵花而放弃一个花园》、《愿爱的得到不是爱》等在内的十首歌曲，从而正式进军乐坛。1995年，推出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《笑说想》，收录了包括《你是阳光空气》、《爱是凭直觉》等在内的11首歌曲。同年，推出第三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其实我》。同年，推出首张个人 EP 专辑《亲亲我好吗》。1996年，推出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《第二最爱》。1997年1月31日，推出第五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心愿》。同年，推出第二张个人 EP 专辑《我对门池说》。同年，推出第六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欢乐今宵》。同年，推出第七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忘了时间的钟》。同年，获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叱咤乐坛男歌手银奖。1998年，推出第八张个人音乐专辑《爱与梦飞行》。同年9月1日，推出第九张个人音乐专辑《路边摊》。同年12月1日，推出第十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有你这一天》及第11张个人音乐专辑《Be My Valentine》。1999年4月1日，推出第12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幸福号列车》。同年9月1日，推出第13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天气会变》。2000年1月1日，推出第14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寻宝》。同年7月1日，推出第三张个人 EP 专辑《跳飞机》。同年，与赵薇、林心如、苏有朋、高鑫合作主演民国情感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在剧中饰演男主角何书桓。2001年1月18日，推出第15张个人音乐专辑《New Pattern》。同年5月9日，推出第16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激情年代》。同年5月10日，推出第17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恋恋情深》。同年9月5日，推出第18张个人音乐专辑《All the Best》。2003年，与黄奕、马伊琍、周杰、王艳、刘涛合作主演古装言情剧《还珠格格》第三部《天上人间》，在剧中饰演五阿哥爱新觉罗永琪。同年11月28日，推出第19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古巨基2003精选19首》。同年12月5日，推出第20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游戏机》。2004年7月31日，推出第21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大熊》。同年获得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、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。2005年2月4日，推出第22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劲歌金曲》。同年8月11日，与任泉、张韶涵合作主演的青春偶像电影《短信一月追》首映，在片中饰演男主角傅家。同年10月20日，推出第23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星战》。同年12月2日，推出第24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最终幻想》，又名《睡美人》。2006年1月26日，与张柏芝主演的电影《野蛮秘籍》首映，在片中饰演男主角果龙。同年8月29日，推出第25张个人音乐专辑《Human 我生》。2007年1月27日，获得第29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传媒大奖。同年4月5日，与蔡卓妍主演的电影《疯狂粉丝王》首映，在片中饰演男主角金水。同年8月24日，推出第26张个人音乐专辑《Moments》。2008年3月14日，推出第27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劲歌金曲二情歌王》。同年5月2日，担任北京奥运会香港区火炬接力第八棒火炬手。同年6月27日，推出第28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我还是你的情歌王》。同年9月12日，推出第29张个人音乐专辑《Guitar Fever》。同年11月26日，其
琪出演的电影《爱忽二爱情左右》在中国上映。2009年1月3日获得2008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。4月22日推出第30张个人音乐专辑《Strings Fever》。同年11月3日推出第31张个人音乐专辑《You Talking to Me》。同年11月5日推出第32张个人音乐专辑《The Golden Age》。2010年1月16日蝉联200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。同年7月9日推出第33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时代》。同年，与马苏、蒋梦婕、周密、金希澈合作主演青春偶像剧《青春旋律》，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汪宇航。2011年1月16日蝉联2010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。同年4月11日推出第34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大时代》。同年，与马苏、高鑫、严丹晨、蔡卓妍合作主演古装神话剧《春光灿烂之欢乐元帅》，在剧中饰演朱家大少爷朱天帅。同年10月7日推出第4张个人 EP 专辑《Amazing World》。2012年1月8日蝉联2011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。同年9月7日推出第35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告别我的恋人们》。同年9月21日推出第36张个人音乐专辑《The Very Best of Leo Collection》。同年，与赵立新、韩雪、孙洪涛、林妙可合作主演古装传奇剧《盖世英雄曹操》，在剧中饰演建安妻子之首孔融。同年12月8日，古巨基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南宁开唱。2013年参加 CCTV 梦想新搭档的比赛，与李泉搭档，最终获得总决赛冠军。2015年作为首发歌手参加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第3季的比赛，并担任主持人，在第6期踢馆赛中被淘汰。比赛期间演唱了《明星》《匆匆那年》《爱与诚》等歌曲。同年6月30日推出第37张个人音乐专辑《我们》。2016年担任四川卫视、北京卫视音乐教育公益类节目《音乐大师课》第2季的音乐老师。2016年7月26日英皇开出天价力挽古巨基续约3年。2017年3月16日举办 Salutato Dear Leslie 致敬张国荣音乐会，并于次日发行同名翻唱专辑。3月18日在澳门举办个人音乐会。4月20日出席第21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，获得亚洲影响力最受欢迎男歌手，并凭新专辑 Salute to Dear Leslie 夺得榜中榜最佳专辑港台奖。2018年2月15日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与平安、张碧晨、玉月月共同演唱歌曲《乘风破浪》。3月7日推出首支个人英文单曲《Old Boy》，该曲同时也是电视剧《老男孩》的同名主题曲。3月22日其单曲《Old Boy》中文版《不老男孩》作为电视剧《老男孩》插曲上线。2019年2月19日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，演唱歌曲《情歌联唱》。4月27日获得第23届全球华语榜中榜亚洲影响力最受欢迎男歌手奖。2021年12月加盟东方卫视跨年晚会。2023年1月22日参加想见你新春 K 歌大会。3月作为首发歌手加入《句好听的歌》。2014年7月15日古巨基在微博宣布和相恋多年的助理女友陈韵晴 Lorraine 原名陈英雪修成正果，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，并上传浪漫唯美婚纱照。2015年11月11日古巨基在香港中环四季酒店举行结婚酒会，并接受众多好友与宾客的祝福。2020年3月15日古巨基通过微博宣布已升级当爸爸。早前妻子陈韵晴被曝于2019年年底在美国分娩。2021年6月18日古巨基参加访谈曝光儿子中文名叫古静匡，英文名则是 Cousin。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古巨基的介绍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关注我的账号大人物小人物。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人物故事，也请在下方留言。 Peace。